早没
兰桂呀，小姐，你看小姐早已小姐们这不高兴，兰桂真高兴，兰桂我们亲吧。今日烧香的妇女定是十分勇敢，我
问进去问他一句多余不必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，我们这关羽王不去看他们一件事不去的。好，相公，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咦，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梁芳，什么东西？进我看看，进我看看。喏，嘿嘿，梁芳，梁芳，你等我。偷偷地藏起来了。梁芳找到了什么东西，去来无空。哦，原来是一方牛背。西方牛背快分离，今年光景三载，三颗鸳鸯鸟一张，玲珑铁头月飞带，快来此文多珍贵，定成名家乖乖乖。相公，这块牛排去接我玩吧。哎，这牛排不知是谁人杀了的，我们立给不归原子。对，相公，那我们怎样归还人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人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是可将缘分奉完了。相公说的有理，那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再去游玩了。哎，游春赏景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人？相公说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都是你。切一块什么牛排嘞？好，等吧，等吧。小弟这位几时分？此次行到故宫里，这位大姐，看你神色慌张，四处寻找，莫非收了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收了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设下的。喏，我家小姐来了。设备
就是这一方月呗。真是。那小事就愿把王完了。多谢相公了。都是为了你们这块牛排，哎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了。佛，咦，这君子你太偏偏偏敢欺，总黑老人。王万生是本位，区区小事何足惜。兰桂小姐，我们回家去吃。我等来路是在明房中去推门，相公相公相公，快去当听见面是哪一家呀、啊？哎，相公，这不是吕先生的家吗？什么？是我先生家的？相公，你连先生家都不认识了？啊，咦，好生奇怪，我先生只生一只平母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哎，啥人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原来是两师兄。哎呀，两师兄聚会啊，是聚会。哎，怎么站在门口，孤门不入呀？请进，请请。啊，李师兄，两师兄。娃们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不能倒背。李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娃要问你。哎、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实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鱼。鱼？有什么呀？鱼。哎呀，我快讲啊！哎呀，我告我为啥疼疼突突的嘞、你快讲呀！哎呀，吕相公，喏，就是骨质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娇娇滴滴，标标致致的那一股。啊，吕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原来你要问的就是她。哎呀，是啊！哎呀，他嘛是我的阿妹呀。哎，小弟与吕兄是与同窗，情同水作，从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就有了呀。刘师兄虚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
啥人不能开玩笑，阿妹嘛就是阿妹。哦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拨侬听。阮小姐，我是冯母探亲到曾阿家，回来是闯儿过长江，昨天的游人落了山，我是姐姐那个忙忙叫那船家救起了姑娘，从那外娘她说是山东丽人冯家家女，才请到暖金来经商，若因是父母跑病死，他是谁人欺呀苦头家，我母亲见他多年记住命啊里还到他，是是呢，他的身世这是凄凉，是啊。哦，亲王李师兄，不知林妹家务法名，今年青春多少，可曾许配圣家了啊？哦哟，梁师兄啊，侬一发宽想，二发算命，问得这样仔细，做什么啊？是啊，刘兄喜得林妹，小弟问问，又有方啊？哦，应该问是应该问，他呀名叫云阳，今年也是八岁，这桩婚事嘛，哎呀怎么样啊，哎呀完了咋落嘞，哎呦妙啊，哎这里是亲的可不是妙的哦，相逢，他闺中还是有希望啊！求刘兄去做媒，以免得林婉月老比走长安。啊，李师兄，请问小弟有礼？哎，顶包哥哥应啥个礼呀？小弟也是求刘兄。哦。梁师兄还有事情要请我啊，王兄起来要帮忙，哎，那么是帮啥个忙嘞，小弟是实在叫我去旅催，哦是要我一同有成气的呀，不是的，再叫我儿与林妹去上香，哎呀这个香倒是烧得美好的，刘兄啊小弟心事愿是讲啊，干嘛能讲嘞呀，到如今啊我迷得少女情泪满，今日必先从天降，愿情永远啊要陪他。哎呀两师兄啊，劝两兄弄许的忙，一个那个姻缘我承担，弄委屈哎呀他没家，更何况郎才女貌是更相当，我做媒人是报成功，我委屈花花准备做新郎多谢刘兄成见，好我就先收下你这个小妹妹，李师兄那小弟就等候佳音了，佳音哦，上跨过
我马上就不弄。懒鬼懒鬼，快请小姐出来。刘师兄，安兄，阿妹啊，你阿姑来帮侬迎接迎接。喏，这位是梁师兄，梁师兄啊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。梁师兄，四妹，安兄。换小妹出来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你的师兄过来。原来你是要当面举亲呀、来亲吧，亲吧，小弟告诉了，告诉了。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，喏、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。安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，是何喜阿妹在？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放在那位梁师兄，你可真宽得清楚。哎呀，安兄问他这人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他阿姑来做哪个呢？忙听此意红关谁那君子不转转正嘞，当今他起喧闹平地外，叫声谁上把转回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神女神在本女神在，就是爹去登龙门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恩兄花前两不息，此次郎君怎可归？阿梅啊，你到底是愿不愿意啊？啊，愿不愿意啊？哎，阿梅，阿梅，阿梅。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哎呀，对
哎呀，这种事情叫他一个女家怎么舍得出去呢？哎呀，不错，但我向爹娘禀报这个美人嘛，我一定要注意成功的。想养啊，想养、我爹爹在做回城乡，满庭香和飞寻常，往来的都是好门规，总比于还是共一道，金色家吕家女儿去金府，如今要死要变木偶啊，这风流风来不相当，这寡女姑姑配岳家，他这姑两家都知我难得在做后娘，落得人世把饭啊尝，你不将来杀奸国，让他宝贝儿子死人打。你为什么把女儿
前往异乡来谁叫异乡时时刻刻都放在我的心上的呀，去年在京都娘不也为你操过心吗？正下讲不识得句，哼，哦哦，这就不用再提了。至今你弟弟在京里留心，为娘在家乡留心，总想替你找一个有权有势有才有貌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哟。花轿来了，知道了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也要走了。哎，有轿啊！好宝贝，咱娘去吧。哎哎。情不情意，花葬了。
的相公最好。两不两包，快去夸夸你家相公，我们向他贺喜去。相公，新老官，恭喜呀、啊，是恭喜！刘兄，请坐，请。哎呀，我做红的。新郎官呀，我这个阿舅接牛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哦，两包，快去酒来。啊，哎，慢来慢来慢来，新郎官，这姓王的舅妈应该先去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窗，今日郎君。我愿你同我个阿妹是相敬是宾，把手接牢。谢刘兄敬意。梁师兄啊，我个阿妹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嘛，总算是做成功者。不过，我阿妹在用婚之时，要发生小三年，你。可要经济才行啊！两不两包，哎，快在吕相公去喝个痛快。吕相公最好。宋刘兄，哎，新郎官，来不来不来不啊！刘兄礼轻呀发言。新娘子李仙，他怀抱却老了要思想，我离开见他小心等三年，等得他紧急丝袜渐渐紧，若是后应得其言，但求得心与灵虚一点痛，记忆多归种子语，我心愿意在心满前。挑起红巾诉风雨，千梦上苦思绝。
写情深一杯，合欢聚。还是不应也罢，其实愿意去不应该来去世，我父母之罪甚是黑，我岂能与罪人之子既乱世，为此生杀父女有几成，大清那亲人好报仇，见娘子满门无言低了头，恰为我连死恨与恨仇，是为了要房之事啊，娘子，你用婚之事刘兄转达要房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定是十分老了，事情叫吕三更无需朝夕惋惜，小生明日再来盘问娘子。哦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有事，可命侯下前来侍候。侯下告辞。娘子，夜深风寒，无需关上舱门。娘子若听闻你，小生在四方安在，也能放心了。四方元帅，告辞。团圆聚。
请他娘。神风佳期被四妻今生中亲，我更悲愤。好像看见他娘，好像起来，好像好事。他娘今日乃是八月中去，相公在花园桂花亭中设下酒宴，但命我想前来相亲大娘前去赏月。你去未必你家相公生我无心赏月。他娘愿中的去做你等他娘啊，其人心哎他空空开吧，帮去他娘来上面，我们了相公一片心肠。两月四啊，两月四，我与你守家女难逢喜，有笔错得呀用词记家相公，送我去，就是。此次多谢他娘，带我去为病相公。他娘，你可是要来我？我来。娘有事，今日里我的娘随。晚不来呀，娘子的为人真古怪，好似庙中的观音你呀菩萨，身边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的我无人杀过三个句话，事情随
叫山上青，野猴子愁上不能家，难道他林王与阴精，难道我何次得罪了他？今日是送去东家姐，亲娘子远送同来三月晚，咋能够家的娘子心中人就是万苦千难，我也愿受想我想开见相公，不想大娘可曾请来了？大娘说她谁见到，哎呦，好好好，我想稍待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音乐鼓，好似端香茶炉，喜盈盈分离一杯八七银。望娘子死在几场夫妻何必客气，我得他阴啊九里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，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奶奶去慢慢走他家，逃往哪里？啊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常理，不见也罢。请坐，随便坐吧。啊，娘子，此言差矣。上上交往，总有礼节。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俱都是说同大礼义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是。此次去请荣姐也礼。哦呦呦呦呦呦，有礼奉满，有礼奉满。啊，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安，饮食可好，夜晚可听诗话。见体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茶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困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备小盏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哦，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饮酒的吗？是。不知万一无要事，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哦，娘子。
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聚堂。今日皆已到此，又何必结余为王？万青娘子，再坐片刻。这，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三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如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呀呀！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双眉紧锁，长吁短叹，岂是瞒得了神呢？啊，娘子，到底如何呢喃之事？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风雨皆愁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人亦非常。这非常心，你与何必知？虽然是个人自由，个人啊是，可知道夫妻原是两难子。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乃瞒我两女事。听他一语长吟时，难道他我终于受此？娘子不必一沉吟，若是要猜破你心啊事，你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事？就让我今日全当仙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那你去猜吧，娘子。我不是来我家栖居，不是因故而你心中难思事。我好比马车骑着红黄桥，还有什么缘？你不诚信，你不还擦亲他应生子。家官之风不差事，以我梦共相思。我娘亲待你来欺压你，身受委屈难啊轻视。临潭时身受高名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
一次。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啊子。临妹彻夜与不思此，我一般今生一太无耻。莫不思你为是高峰心不坏，愿若是理想在公上啊贵子，富贵荣华好造险，何老云呀操心事。阿嬷阿嬷不愿配女婿，切！你枉为是个外门子，是我不够羞耻。嫁我一家太宽心，难道你我丢失？小生并无此意，娘子休要生气。哎呀呀呀！蓬莱谢家子，今日里难测娘子的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明了。Hey.
谢谢土家亲，第七宗亲，我此心非，虽算难生，我很有气，他这子。娘子甚至不夸俺谁去了，我也不便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死亡明着贼来。咦，我刚要为尊死亡，他到这里面探亲起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不死，但听背后言
乖孙啊，乖孙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乖孙，今日在背后都叫起我乖孙来了。哎呀呀呀，这多少有趣哟！两牛四啊，两牛四。No, 公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算你把文全讲，三天我烦恼啊！咦，这是什么缘？亲们，我为你情愿把心捧，求一个十彩空来替花样醉。爹娘，爹
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读真啊人命哇，今日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带我生命吧，我弟弟当场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事眼将那奸贼真奸家。梁思龙啊，你这老手啊，怎么就弟弟来了？骂你老是梁思龙，不该上是八卷龙，上欺天子，下压臣，在我府你心太凶，谁知道斩草更不是，刀闯我兄妹过西东，此情此刻比关门养莽夫，我恨不能送上你这老金庸、哦哦、听此言好似霹雳当得好，巧女来见真是我不良思好重，吃不了你尝试八卷龙，那个大侠绝绝是三重，你吹重量心太凶，恨是我妈的江下把事功，老我做古内梦，今日恍然心大梦，从此先生连啊死后，梁生是他，梁生是怎么又骂起我母亲来了？骂你生子太不良，枉为民不受风伤，不是全副迎阵逃，反在虎上加于黑中粮，欲招一日而犯我手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防，帮兄原来是阿母娘，难怪他总是怒门枪，娘子啊，你是女子有胆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，幸亏借我来听见，让别人知道你先要逆风的何时遭殃。两牛叫啊，两牛叫，怎么你骂起我妹子来？骂你却成两牛叫，离你连词见不消，快上我胸膛下云泥，一厢情愿想起乱叫，你没魂不散藏在心，竟算祖父为你办事到，我下家虽算早衰，又早把这你的命难逃，应该骂骂得好，妹子她无所非为才难逃，娘子啊，你不与我牛氏同商量，只怕你空挖大子枉独老。两牛四哈，两牛四啊，这把都不得没上来的，为什么还没骂的呢？两牛四王位早都生你，几番求亲
命我不允，你竟算一女半相思，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生夫妻成钻石，遇早一日成雷同，兄妹从梦得了子，先斩老子两只龙，后斩不言两生死，三斩要笑两牛叫，再斩你哎呀，你这冤家两牛死，好气好气待你与我从一死地不分要我死，你记不起我无语，海棠冰冰我娘亲帮他发害他，空为人间欺压我儿子，他既无情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屁天使，今晚对他表心意，轻轻地叫他开门，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外面叫门是哪一个？是我，有事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有事把门敲。转心机问他笑，他是放在此夜他听见，看来今生不难当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来了，请请请请
客气，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万好啊，是万好啊！惊动娘子，王府见官，一览圣经，你到此做甚？正刚才娘子孤语于门，一言不发就回转房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他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睡得多呢，看天色不早，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托人在房自言自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真声没有，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那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叫我听听吧。遇到是无神念经，有口无心，念过吗也就忘记了。哦，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娘我来念着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，关门男子往外进，开帐门有声音弄就困得清。娘子听了啊，那全家为恩四托起，八月十五我爹娘必须在王上，欲做那我兄长家用你迎起团亲早成我，为保他人能生我，他也欲到成我家用呀。你才不言乱语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来念几句真正的经，叫你听吧。两声啊，你是老臣，我把你接着两声龙，你不该上十八九龙。啥
上去天子下压人，在我府你心太凶，你可知三草更烈日，倒成我兄妹过西东。可别关门养忙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、啊？我要再讲下去了。看天色已晚，我要为王换谁去了？慢，我这晚上，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，再哄你呢。两月四啊，两月四，我把你不知两月四，你往外说多个生颜色，几番求情。你竟然一言还相识，我嫁到你家为保证，要人夫妻从善事，遇上一生成为都，我兄妹二人的了子，心烦老子两世老，恨烦你两生子，三生要叫两家，三生冤家两冤死。夏永雅呀，夏永雅，我弟弟害你父母穿四八丈，你给保证，我母亲祖手上十七人也可长的，我每次无助地为与母同门翻眼不冤。我两月四一飞之门二飞动荡，一不中抬出了你，你竟说也要杀我，你就与我来来来去去去，当回当被你母亲与你父母生了官身。哼，正正岂有此理，生命
良我苦衷，见我此啊，就是我欠下的父母一关他。只怕你是宝剑，只是旁观镜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不亲，我也不亲。不算是奸人之子，少生气。这真是四本上亏压家背，倒叫我自己奶奶想的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还须设法去挽回。去见你母亲去呀、哦！去不得，放在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呀。我啥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叮咛母亲？又何必惊得王奶带你出江宁？在哪里生气你 No 有事这些啊，有理你啊，哪里来的这许多好理哟，放在陪娘子受尽的啊，官身谁求了啊。
像我母兄妹子都是你杀无罪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无需引动孝心，言语谨慎，杀败谋妹之道，岂后非孝？谁啊？是我。不过弟弟京都来信，母亲命我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来这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叫你今日准备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。是啊，弟弟举子催你上京，你总推说时间晚早。如今弟弟日内心猜出了，堂上无聊靠近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没胆陪呀？嫂嫂，今你替哥哥准备银子，我要为病母亲去了。娘子。叫我是否放心啊？不想万事不去父死。你父母是死才病，你咋不去？反要上车后来，不想你去以后，我尚未转离家，等你已经永归。谁来接我？你快哭好，是是甚好。那我在明天领银子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相公回来了。
些家随风，明明前去送与大娘，待我写好事情，立即动身。是。熬得都做乘风的云，月堂金马随时远，南沙夫妻两分离。家业为父，弟弟我爷爷后世无孩，孩儿教音得中，后作寡子。不中长远，乃日月事。今日无孩，又遇大喜之日了啊！弟弟此话从何说起？儿啊，放在这穷林野上，岳亲王爷见无孩才貌双全，十分喜爱。愿将他都生女孩平养穷子，找母孩为穷啊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了吗？哎呀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之为媒，高攀郎亲，为父实在是答应了啊。哎呀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去过妻了？真为放了，岂不一忘？难道弟弟不知糟糠之妻不下当，定期再去才难当？刘家患病，门庭地，将他休妻又何妨？我还做了穷马郎，谁管乱岁？死招降，天道功名不能弃，同权大别是平常，此事孩儿万万不能得意。好，哎呀，我你好糊涂啊！秀子那岳亲王爷乃至身上的亲王说，我儿遭了穷马，就是当今的愚昧苍凉，京都两家有了太塞之考，你我父子东张少刚，我说不能随心所欲，永抱父啊乖。不准他好夫妻呀，心不知妻下死在冤，弟弟你爹在朝中未曾纳相，理应该出身保不住忠良，咱得真何用他三考，大夫给长师把草稿，须知道七星之日难七天，切莫要这件事不合时尚，一切所谓的所见也休待他年后悔长安。小奴才，奴才他也太猖狂，你尽管教训为父，小满堂我也一定难更改，定要你皇父早东张，生不与子难勉强，我就
夫妻家中去找康，光阴大事不做之，孩儿已经有妻郎，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爱一同放，小畜生，你不容父命大不孝。岂能而死？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，你康子为父哪晚了得？明日将你送到皇府，去也要你去，不去也要你的去。弟弟，哼，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
经收拾好了，他把书信接我。梁凤，事情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一起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先什么要大为没有，他婆婆之父寂寞病体也好得多了。啊，我是亲家母啊，多亏在上江里救了你这个孝顺女儿。这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生父母是谁呀？啊，媳妇女儿本姓冯。是山东李成认识，生生父母不宜找你上访，恐怕不得的吧？不宜见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母女。我请问你，那也是我送信给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被母妹之道，几乎非笑。这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是，哼！哥哥之言在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平时对我们都冷淡？为什么只有怨恨长眉梢？分明这里终于非常是。
妻之间在王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你死马就难应着，死才有句休的啦，休的啦！李进宫，毛豆。下雨你外面的是草地去嘛，下雨呀下雨呀，我心房怎为变心香，不过借你我比彩香，明通道通生不少正能无端把巧你不重用，劝你万事将正王，将正王。句句三言你不信，这天塌的愿望我担不下，死的不回刘家。出门到哪里去？寂寞比天地狱，委屈死吧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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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这样官不肯承认，万岁命谁找宋公叩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今夜将他刀束往内，明天一早送官，又叫跨谁娘来？
香，好香！你来此做啥？前来相救他娘。请我？他娘，白天之时，我想对头的命啊，不然他娘早晚过我退了数日，前来相救他娘。好香！鸳鸯是于宝钗之上，救过王爷的他。哎呀，他娘不必如此。趁此还有无人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小心得很，快与我绑起来。是。小姐，大娘不见了。门下，快请夫人到来。四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啊，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孩儿拜见母亲。也是啊，你得中第几名啊？孩儿得中一甲呀。哎呀，好宝贝呀、啊，你得中得名状元，这真是永重要头啊！妹子向哥哥道喜了。母亲，今晚你来送。啊，母亲，因何不接我娘子？啊，哥哥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李家去的吗？方才我与屈姑刘家有某言道，说是母亲已将她接了回来。啊，妹子，快回你嫂嫂见来。我到哪里去讲啊？啊，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呢？问你妹子去吧。啊，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哥哥，那我实地告诉你吧。昨日呀，确实接了嫂嫂回来，今日一早，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。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啊，母亲，昨日再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何不接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请问母亲，昨日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啊，娘有病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我是疾病啊。相公，昨日夫人根本没有生病。相公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嘛？你要怎么样？我要你们玩我的娘子。不过嫂嫂说是引本思导，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生不成？你是什么？不是他引本思导先生。
对我如此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，老实地告诉你吧，他就是赵丁七万下运将，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
家呀中。搿前面好像是我个阿妹嘛，阿妹，俺兄，阿妹啊，昨日你讲围住两家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跑围在此呢？是阿妹啊，侬脸色发达好可人，一定是啥毛病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让侬阿嫂来帮侬调理调理。俺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。那么一定是出啥事体了？俺兄，此地不是江花之处。好，那我们到屋里去搞。是。哎，阿妹呀、啊，到自家屋里嘛，还有啥个犹豫不决的嘞？来来来来来，快跟阿哥来。没想到我跟阿妹竟还有铁大的冤仇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欺骗连累恩兄一家，于心不安啊！阿妹啊，你我几位兄妹就应该像同胞一样，阿妹遇难，我做阿哥的理该去承担，更何况是搭救忠良之后，阿妹啊，你也不必太顾虑了，快请进吧。请进吧。俺兄，阿妹呀、啊，你到这之后，啥被那老七不知道，一定派人私自寻找。这阿妹侬是千万说好起个，只好躲在家里。不过这前厅后堂长房水阁，你是通通不好起的，只好躲在阿哥这个死房里。个死房里嘛，哦，是躲在阿哥这个死柜里。啥是那老七不到来，做阿哥的也有办法去对付。等天一黑，我就把侬安安稳稳的送出扬州。阿妹，侬快可好啊？俺兄为小妹四次操心，小妹过啊，不起。用不着，用不着的。阿妹啊，你先进去躲起来，你阿哥出去不能当天当天啊。阿妹，阿姑不叫侬，侬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要是早点把我晓得嘛，这个美女我就不做了呀！师兄，李师兄，啊，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我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。哦，那就见过堂堂爹娘。我又见过岳母母了。小弟邀请是听亲闻的，那到听到去走吧。听到没面，但是死亡的好。这死亡啊，这几天没有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还是听当的好。死亡的好。梁师兄，梁师兄。啊，李师兄。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你果真是问我阿妹了。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有病，已经帮过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曾见来？今日嘛，没有见过啊。当真不曾来过？哎、我既是撇过你了嘛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啊，我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我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了呀？实不相瞒，
我娘子她不见了啊！我阿妹竟不见了。嗯，哎呀，咱们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哎，刘兄啊！我莫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到处望门事都接。偶像好心救娘子，三更插手难人命。是说嘞，你母亲和我阿妹有仇是啊？咱们三个仇人，这件事关系从那非儿媳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非。刘兄啊，记着娘子保在此，我死别刘兄去寻去。梁师兄，这样大的杨嘴症，你到哪里去寻他呀？这个金太两难无子意，娘子啊，叫我到何处来寻你？哎呀，娘子啊！看他来意倒是不好，嗯，带我先去试他一试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！传兄你不必哭啼呀的，舍不得我阿妹马上回得到家里。好，我奶奶心哎呀买买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你比起为公义，今日你龙虎帮着你哭得中一家一命，哦哟，臣民长远是一切的，我要向你两兄来恭喜。有什么劳，供什么喜，你不知道贫的风波轻。哦，起啥个风波呀？王孙要我找群马。这倒是不出啊，这正是贵当家贵，喜当家喜。哎，我去娘子的用意，今过此日难为你。祖国要我修剑去，我情愿也是穿爬衣。我这望夫妻从团圆，挂冠插刀回家里，想不到家中去逃。我娘子的生死不讲心啊，娘子啊。你果然是气话逃出来的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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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既然晓得我再来接你做一个妹，娶一个像我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，我是娘子心悲傲气，你恰死我不在意，我无此心早几日来，你反来劝我领娶去，兄妹之情无不爹，王位同苍称自己，从此与你团圆。你望东来我望西，两师兄买醉，两师兄买醉，阿美娘子官上，娘子，哎呀，你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
娘子好像是落名字，从天哪飘，我天哪来哪不对光，见鬼神一官不知郎啊配香，到叫我心碎乃人泪呀汪汪啊啊啊啊，娘子你为我藏在死堆里，鬼神啊恩兄为我做主张，刘师兄梁师兄啊，这位小姐可叫我家阿妹呀，这下你可真心满意了吧，刘兄差你用尽我夫妻上上接他，哎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个，梁师兄，阿妹啊，你们夫妻手足当孙，我向你娘子原罪告病，对，这样子或是居里之地，你们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哦，你们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，万岁。我们不是逃亡山中的母亲家中，谁也不当听我兄长相貌，你可不好，只是酒意娘子。阿美阿美，啊，梁师兄啊，这些银子你们搭在身上我身上使用，你们还是快些走吧，这里一切与我担待。阿美梁师兄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喏，你们的宝。